佛教智慧故事，窥冲法师造普贤相之感应。唐朝时期，走访印度求学取经的高僧很多，胶州的窥冲法师就是其中之一。当年他为了达成前往印度的愿望，发愿造了一尊普贤菩萨像，并向普贤菩萨祈求：菩萨，您的十大愿中有一个就是恒顺众生，希望能随顺众生愿行，希望您能慈心加倍，让我实现去天竺的愿望。普贤菩萨，你的诚心我已经感受到了，你即日乘船前往天竺，愿望必然可成。如果在途中遭逢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相助于你。阿弥陀佛。师兄，当年三藏法师去天竺走的是陆路，我们为何要走水路？昨夜普贤菩萨示下，提示我乘船前往天竺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两位大师，前方乌云密布，像是要起风暴，请大师进舱暂避一下。好。飓风，风暴来了，快上帆！不是说普贤菩萨会保佑我们吗？普贤菩萨在哪里？普贤菩萨在哪里？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。飓风深处，绝境逢生。我们还活着，我们还活着。阿弥陀佛，感恩普贤菩萨相救。咦，海底怎么还有喷泉？快升帆，转舵。快逃啊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诸事不宜呀！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。什么情况？大鱼呢？是普贤菩萨降服了怪鱼，救了我们。又是普贤菩萨，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？我们到了。师兄，我们到了，那里就是天竺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师兄，师兄。
你救救我师兄，求你救救他。我还没有求得佛经，不想就这么离去。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。愿你早日求得佛经，普度众生。南无普贤菩萨。第二天，奎冲法师就恢复了健康，他在印度刻苦求学，终于成为了一代高僧。他始终不忘普贤菩萨的加持护佑，终生供奉。
么